还留着这些东西呢，那都是上学的时候买的，很喜欢，就没舍得卖。杨戬经常到厂里来吗？他还有他的大码女装，还有馄饨店要打理，就是有一些营销上的决策，我会跟他商量一下。毕竟他做电商比我有经验嘛。 那我怎么老在藤原见到他？他在接送朝阳啊。他们继兄妹的关系这么好吗？那是，在老杨眼里，朝阳的事最大。上次你不也见着吗？那就好。好什么呀！你别乱动我东西。 你知道我说的好是什么意思吗？你又在脑补些什么呀？一天到晚净想些乱七八糟的。你这人怎么强词夺理啊？你刚才明明……嗯，不是什么？你行你吧。 我能明白什么呀？对啊，我可不像某些人，做了事情不敢承认，对别人啊上下其手，又是抱呀又是欺。哎呀！这还不是上下其手？ 我烦死了！你存心的？存心的？对于改善我们俩之间的关系，那我是存心的。你放心吧，在你还没有确认我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之前，我会对你保持绅士礼貌。 我是不是还得跟你说一句谢谢？哎，不客气，不客气。我看你就是来气我的。有章有法是你，娇蛮任性也是你，敢做不敢认还是你。CD 借我听两天。 害羞了？我还有什么羞？也对啊，什么都敢做的江湖，怎么会害羞呢？对呀，是我老板嘛。不必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老板视察工作结束了，我们……那我公司老板。 老板，你的气都是好，送你出去。嗯。你就是我心动的原因。 想对他没注意，海里都是你。再拉近些距离，几分之给你。想和你去经历我们专属的剧情，陪着你逆着风飞行，跨不。
决定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大小姐，你是不是非得喝点酒才能好好跟我谈恋爱？需要好好休息一下。Stay with me， 总是情不自禁。你就是 I love you 我心动的原因。想得到你注意，脑海里都是你。再拉近些距离，耳机分支给你。想和你去经历我们专属的剧情，陪着你逆着风飞行。我不会再迟疑，也不用再做决定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 Stay with me， 只对你真。你是我生活的意义。 Baby won't you stay along with me， 为你享受美。你们可真行，就惯着傻丫头一个人。走了，江湖，起来，走了，我送你回去。我送他。喝了多少？这是。来，小心点。对于现在的江湖来说，能遇到一个照顾他的人。说我是谁啊？算了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没人求人就好。走啊，败类，咱们继续喝去。喝什么喝？江湖，继续喝。江湖，败类。哎，酒量这么差，还这么爱喝酒。酒是好东西，你不喝酒，你不会懂的。酒会让快乐更快乐，不同的心情还能喝出不同的快乐。那你现在什么心情啊？你猜呀。你这话，嗯，要正经话，嗯。
你的音箱跟杜老板是同一个牌子。嗯。你要好好说。说什么呀？上次我那个音箱，你是不是自己动手给我修的？对你男朋友的动手能力很满意啊。那个时候你对我能有那么好心吗？你说呢？哎，你的酒还挺好喝的。是吗？嗯。好喝吗？要不要再来一个？你不是挺能喝吗？刚才认什么怂？我那是认栽。认什么栽？栽你手里啊？啊？仿佛是又怦然心动，不经意你的指尖拨弄我呼吸，三行诗句写未完待续，你多想不来涌入我心海，一起把招待哦星星掉下来，影子都好可爱，什么来温柔的不该，不必说出来哦脸红的留白，那夜晚想你在想什么。下周要囤积了，那能带上家属吗？嗯，我会想你的。把头发留长。留成那种洋娃娃一样的大波浪，好吗？那种发型不适合我，我已经老了，徐老板。谁说你老？你这不是顺带着把我也骂了？我的确也不年轻了呀。小沈的感情真好。你看到的只是表面，在他和我妈眼中，我就是个不择手段的投资人。所以说啊，最了解你的还是你身边的。想成为我的身边人吗？这样吧，就这样是那样，是这样吗？
是这样吗？仅次于腾云，那还不是得多亏了您的帮忙。互相帮助。哎，那江总什么时候有时间过来呀、啊？跟大家传授一下经验。传授不敢当，分享没问题。好，那微信聊啊。哎，徐总。